来的就是这个，真的假的？因为现在是有活动的哦，哥哥有一场的啊，就是你先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， 然后呢，你会收到一个288，千万不要就这样划掉了呢。这288就是你可以拿来享用一整只大闸蟹的优惠，你要280对，大闸蟹跟我们的 iPhone 6的 S 一样大，真的。而且这个是多重呢？4.5到5.2的重量哦。哦，所以它一直大只，大只哦。而且现在正是吃蟹的季节啊，真的，螃蟹就是要到真的生鲜海鲜餐厅来吃才是最好的。你看看这么多蟹黄，这满满的蟹黄，肥腻，你看看。我要把它吃光。对，告诉大家的一个基本常识。对，大闸蟹呢一定要吃活的，死掉的大闸蟹它就会有产生里面的毒素，吃了就会中毒。所以呢，只有来到我们的板桥大鲜活海鲜餐厅，才会吃到活生生的大闸蟹。对，市价多少自己上网去查吧。对啊，快点，我们忍不住了，我们赶快开动。对。